掌。也不敢当了，谢谢啊，谢谢耿斌哥。来来来来，掌声起来，好好好，喂喂喂，感谢你们，感谢你们。我们今天嘉义市嘉义行善团哈，那么今天特别到云林县政府啊，那么我们来致赠500本的绘本。那么我们希望就是说，在嘉义行善团即将迈入60周年的时候，那么透过绘本的这个方式的呈现，能够让我们的小朋友啊，国小生，那么他们在心中也能够有这个善的一个萌芽，这个造桥的意义。它其实事实上，它并不是只是一座桥。它还包括我们这个社会上面有很多人是默默的付出，那么这样子的一个奉献啊，为别人来付出，让大家哈能够服务来利他啊，能够让别人能够行走方便。那这样子的一个善心义举，希望也能够让我们的这些小朋友里面，在他们的幼小的心里面，能感受到这个社会有这么多人是在默默的来行善。我是特别感谢哈，那也特别代表我们的乡亲呐，来感谢嘉义行善团哈这么多年来的付出了哈。那尤其呢，我看到这个绘本，我更加的感动，因为记录了所有哈这些乡亲还有这些志工啊哈可以说是呢无怨无悔的这样的无私的奉献了。那这当中呢，透过绘本，我想是非常可以容易教育我们的孩子，两个地区了哈，或是两个村庄啊，都可以透过这条路哈，让他们通行更加的便利哦。我想这个呢，就是一个非常重要哈的一个功德了哈，那也是行这个人间菩萨哈在做的一些善事哦。所以我觉得这本书啊，具有相当的意义。那也特别感谢我们徐文志理事长带了500本哈，那我们会将所有这些绘本分散到我们每一个学校的图书馆，让每一个孩子都可以透过这样的绘本里面去做学习。